Hello， 小孩子，今天开箱跟大家分享这个 Visvim 的 Virgil 的这个低筒的靴子哈。好，那一样，是用这种 Visvim 经典会用的这种配色，白色的配色做包装。然后鞋盒的话比较不一样，跟一般的鞋管来比的话，它一般鞋管是用那种信封式的嘛，大家可以知道比较常关注的。那这个就是像 iPhone 这样子，上开盒就是直接拉起来这种，做的蛮密的哈，做的蛮好的。好，然后再打开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有附赠一个这个配件，这是一个收纳的这个束口袋，来给你收鞋子的。好，那束口袋就在这边有一个 Visvim 的皮标。OK， 那鞋款的话基本上都会有。好，再来的话就是今天主角本人，就是老样子，靴子，然后靴子的部分我就拿一只脚出来跟大家做分享。好，它鞋面的部分就是这种皮革，这种算是麂皮的这种做法的哈，那整个就蛮好看，质感很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带细节。然后整双鞋的这个分量真的很重 ，OK， 好，这边没带到细节，这边有 Visvim 的 logo。然后再来鞋舌的部分也有这个，就是这算也算是基本的皮标啦，这种细节，好给你们看一下，带一下细节。然后大底的部分一样是用 Vibram 的这个黄金大底，耐磨大底。好啊，因为有点久没有去东京了，我还不确定说他们现在这个靴子的底还能不能换，应该也是还是可以的啦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就在留言跟大家说。再来的话，这个一样，然后就是它的鞋垫也是用皮革的材质的，那整个质感就非常好。好，我看一下哦。好，再来的话，还有这个，鞋带头，这边有这个用黄铜的这种五金件，那种旧化的黄铜，好带一下。好，那大致上是这样子。如果你喜欢 Visvim 或是对 Visvim 有购物的需求，那一定要记得追踪我的频道还有 Instagram。好，那大致上就是这样。如果对商品有需求或其他疑问，欢迎再来去联系。拜拜。